快点吧。新款感应式的那个气动拨线机啊，只需要气不要电的。那么拿到机器之后啊，这个先把气接上，气，然后接上气之后呢，我们了解一下这功能哈。那么这个是总开杆，总开杆，然后这个接口，这个调节的是功能是调节刀口大小的，就比如我们的线有大有小，那么如果说拨，就是需要用这个刀口调节，然后这个是调节半拨功能啊，半拨的，还有这有个功能是调节这个线的顶压长短哈。如果说我们要拨长一点，那么我就把这个调出来，啊，长短需要在这里调，啊，还有个这个呢，这一个就是调节什么呢？调节顶线的。那么我们有些线，假如说放在这个位置的时候，那么我们需要这个顶线的应该要顶到这个凭这个感应器这里，这个是属于感应器啊。那么现在调好，我们先拨一下小线，我们可以先拨一下小线啊。我们现在是已经调好的啊，这个拨这个小线，来试一下。那这个感应器感应室。这是拨小线，那如果说我们现在要换这种大线的话啊，这种大线的话，我们把这个刀口调大，这个刀口往右边扭，我们要调了，先试一下啊。那么我们现在要再换这种，这个是稍微再大一点的线，我们继续在这里调大，这个刀口基材要调大。那么我们还可以调个半波功能，这里调一下半波功能哈。我们这个调节半波功能，调好之后我们去拨一下试一下哈，气压不够。这是半波功能哈，那这个是之前那个小线拨的小线，我的小线。